自己先，我去。好，那现在讲的是我们东势的另外一个知名的景点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东乡咖啡，今天这个是我们的东乡咖啡团。刚我们大 Q 老师呢，现在号称为大 Q 琴手了。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，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嗨，啊不，他生性害羞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怎么会生性害羞吗？因为你戴着眼镜，其实你眼镜拿下来就是会很开放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有没有？那去我干啥？那个西方侠啊，他比较不适合那种比较 open 的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乐器？有讲真答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三月啊，三味线，是不是？叫中阮，我知道，好不好？我看乐器行，虽然这个我没看过，好吧？没关系啊，因为老师他等一下他要上场，所以他比较紧张啊。那老师他待会会带来摇滚中阮吗？之前在 FB 上面看到那个摇滚中阮，他待会会带来，好像是哈、哦，有没有看过摇滚中阮？国乐哦，对，如果你没看到穿旗袍在那边跳琵琶舞的，你就知道很厉害了。他会拿中阮起来摇啊、哦。待会现场不要甩头哈，摇滚中阮。好，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东乡咖啡团。现场演出总是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、啊、你就不用对我害羞，就直接把我丢进去就好了。老师，你赶快回到现场啊！妹妹现在开始很紧张了，你一走，她马上往后看你。其实是底下的那个笑声小一点，她会不会那么紧张啊？对啊，你干嘛笑那么大声？这样她会很紧张哎。这个笑声也太爽朗了一点吧你。他说不能粘，不能粘是吧？这正确观念，保护自己的乐器，拿袜子绑起来。好，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，摇滚中转好不好？我们的东乡咖啡团。
等一下有人叫 uncle， 所以再来一首好了，好不好？原来中软可以这样，那电吉他买效果器干嘛？接下来是东乡第二号人物上台。